当时阿文哥伫这里做客的嘛吼，啊，主持那客是来准备还是？啊，主要客拢阿文哥做的。主办人做的。啊，主办人做的。啊，我做的。啊，唱的都是。你做哪做的？啊，还有这亚洲唱片的第一首。第一首歌啦，亚、啊、洲唱片成立不了第一首歌，最后一场是第一首歌。哦，因作为头一队的对吧？哎，台湾的台湾的样子笑的哈，哎，啊，这就是强大嘛，是不？对啊对啊。亚洲强大，啊，这我第一首就是这个台湾咯。对。跟我好一样做做的啊。对。第一首啦。第一首啊，差不多是闽南语。啊，在台湾歌哦，这比拢是日本做的啦。对对对。日本时代嘛哦。啊，这就变第一代，我个做做爬龙一路来做，第一代歌。你这个啊，这个差不多民国40几年。差不多45年啦，啊。45年哈。你啊，这个属相怎么样？给你吧。靠边边靠，靠靠啦。靠边边哈。啊，对啊，对啊。啊，高家丁做的对吧？高家丁的家丁啦。哦，我在阿克阿文哥你做的。啊，对对，是安尼哈。哎哎。啊，另外哈，另外这里妈妈请你也保重。是我做服务的啦。做服务嘛哈。做服务的啦。对，啊，这曲是日本曲嘛哈。曲，哎哎，对对对。啊，这条歌阿文哥你是差不多几年的时阵？哎，差不多50年啦哈。啊，50年啊！啊，伊当阵写起来这个歌词，敢有啥物？啊，我无，伊阵都拢，我因为我从细汉拢出歌嘛。出歌。我拢去日本读音乐啦，吼，哎呀，啊，拢都是外口咧咧读去日本读音乐学校啦，吼。哦。等下台湾拢是各地咧流行咧唱歌，吼。嗯嗯嗯。啊，所以，思念思念，遐拢爱想着妈妈。哦，想着妈妈，所以等于这条歌是写家己的故事。哎呀。啊，卡丁啊，你讲好卡好不？好，卡丹你哈。三千哈，搁半三千啊。好，OK。啊，搁一对就是讲，主要是讲啊，妈妈请你也保重嘛，哈。哎。嘿啊，另外一首红粉的故乡呢。哎，讲这个电的这无电哦。嘿。那卡丁无电，你卡来台南哈。厝诶。新诶哈。啊，新诶，我有电话，啊，是我今晚直接拨来厝诶。好好啊，澳洲九。2992819嘛哈，啊对的，好，好，哎，阿文哥，好嘞，嘿，拜谢，这里红粉的故乡是差不多几年的时阵做的，嗯，嘿哈，嘿，嘛是差不多五十年啊，较早呢，50年左右嘛哈，跟妈妈家里也保重差不多，那个时阵，那个时阵，啊，这两首拢是伫亚洲馆的嘛，哎，我是亚洲馆的，做，安尼吼，就等于亚洲一开始的时阵，哎，做一初期的作品啦，作品的对吧？哈，啊，这首《黄昏的故乡》嘛是日本客家文歌家己写，对对对，嘿，啊，伊当阵写这首的时阵，是我嘛是拢因为我吼，常来离开故乡嘛，吼，伫外口咧，不是讲读书啦，哈，有些人个离开故乡哈，伫像讲伫日本咧读书啦，伫读音乐啦，学音乐啦，哈。啊，佮转来台湾吼，对，就做伫即个南翔，南翔我知，台南的商业高中啊，高中啦吼，我知。啊，谈了佮出去啊，我那是外口安尼电台咧表演啦吼，是。啊，所以离开故乡，我那比较故乡的歌啦，慢慢把较侪安尼个。哦，等于就是思念自己故乡安尼，啊，所做的几啊首较代表的。哎，一般的人吼，一般大家拢吼。所有人大多拢留讲在发展较侪，发展嘿对，所以即讲会下阵时卖会迄个出外人哈，哦，连男女的迄个心情啦，嗯，伫外国吼，当时尤其迄个当时吼，是，迄个戒严的时代吼，是，迄落会袂当转来，吼，是，袂当转来台湾的吼，是，诶，所以管人吼，即款有厝吼，袂当转来拢尤其的不家当吼，是，连故乡啦。哦，等于就是，所以台湾么，带来台湾人来外国吼，咧聚会吼，拢大部分拢唱这两首歌啦。哦，拢唱这两首歌，等于就是一方面是怀念故乡嘛。台湾的国歌是安尼啦，安尼吼，台湾的国歌咧，安尼吼，
啊，伫外国人拢笑这两辈的哈。嗯，这两辈哈。就台湾啦、啊，就故乡啦，虽然就妈妈安尼啦。嗯，啊，不都拢一贯国父啦。安尼哈，啊，啊，佫一首新心之我心。哎，嘛是，迄嘛是日本歌。嘛是日本歌改的嘛哈。哎，迄个迄只六十年代哈。啊，六十年代。啊，即当阵等于录这歌的时，刚开始演电影。哦，差不多一阵都开始在拍电影，嘿。哦，一直在拍电影的时代啦。我们的高中这个时阵都要开始。新地方新的时代。是哈。哎，新做新的时代。哦，新做新的时代。一阵都当时在拍电影。当时在拍电影。哎。啊，较早记者都搞阿伯哈。阿伯有哈，差不多有那这边进去，有那有啦，我未拍安尼啦。哦，有那有就对啊。哎呀，安尼。但我拍电影有差不多新地方新的时代啦。嗯。啊，较早这个歌拢。阿文哥，你家己主唱嘛？家己做啊，家己作词的啦。家己作词，啊，迄当阵安尼，这个五十年左右，这个时阵，拢总差不多做几首。五十年迄阵啊，那家己才做一两百地，一百外地的。一百外地。啊，到现在咱两百几地安尼。哦，到现在咱两百几地。六七啦，比较将近那个三百地啦。嗯。哦，将近三百地啦。哦，将近三百地。中哈。啊，一直到做一半，他做百几点嘛，哈。是。啊，到现在最后那这个比较往上百点的啦。哦，安尼哈。就安尼哈。哦。啊，都是《飘浪之路》等于是第一段，较纪念性啦。较纪念性，啊，这对歌是阿文哥你家己写的头一段。写头一段。嘛是写的头一段啊。是作家伫个阿酒馆的。头一段歌。一歌就是。哦，啊嘛是算讲你发表第一段啦。发表的歌第一段。哎。啊，较早。阿未录唱片，正经是，那以前就是做嘛，嘿，啊做还袂录啊，哦，四十五年的时做啊，以前有，我唔是咯，以前做啦哈，还是现在个已经有在做歌啦，还是，哦，有在做歌，啊拢无发表，啊，还袂录啊，就唱片叫伊管下当发表。哦，所以等于这首是正式有对外发表的头一首。一定有照片的时代开始发表的。哦，啊，迄当阵读书的时阵，阿文哥是毋是有组？已经有做啊。有做啊，毛组乐团嘛，吼。啊，迄乐团叫什么名？国学校的乐团啦。哦，下个乐团就对啊。嗯。甲即卖变同款就对啊。未迄阵的名是吼。嘿。呀呀。金鸭鸭啦，啊，金鸭鸭，鸡乐团啦，鸭鸡乐团，因为讲我暗时在表演啦嘛，哦，嘿嘿，所以鸭鸡乐团，啊，鸭鸡乐团啊，对啊，伊在飘浪之路的鸡啦哈，飘浪之路的鸡，哎，对，鸭鸡哈，啊，鸭鸡，鸭鸡乐团，啊，像较早吼，咱比如讲一寡这个唱片还未发表，是不是有些这个四十年左右这个哈？你做这个啊，唱片啊，无得侪时阵吼，一般作品来讲吼，卖讲亚基乐团啦，先讲台南有一个吼，阿罗马乐团啦，啊亚洲的阿啦，亚洲的阿，哎，阿都在罗，阿圣都罗乡在罗啦，罗乡在罗，阿个迄个王二平的是嘛？哦，王二平阿罗马，阿罗马系阿罗马，哦阿罗马个阿罗马个对啦，哈，对就对啊 ，M C A 甚至业务个个对啦，嗯，讲个较大啦，卖讲个也只个下学生时代，哦对，那参加学生时代哈，参加伫个台南的哈，是，阿罗马个团啦，阿罗马个团就对啊，啊我有做，啊我学生时代做个歌哈，拢有伫遐的，拢有伫遐唱就对啊，表演无，我咧表演啦，啊拢有伫表演。啊这球的人哈、哦、就是那个是一尊乐队有一个歌手哈、哦、是吴敏啦哦吴敏较早有唱歌哈阿敏吴敏较早做歌手嘛台南时代是文英的老爸嘛文英是现在做歌的吴敏嘛做歌的、哦、对那个吴敏啦吴敏嘛、哦吴敏嘿，较早伫台南伫做歌手嘛。哦，伊较早做歌手，哎，尾啊是歌手做了，甲入去海山。啊，做海，那阵以后较做词作曲嘛。啊，尾啊，较做词作曲安尼啊。啊，所以阵我学生时代吼，有参加迄个乐队吼。对。啊，伫遐咧个，伫遐呐，算做在
参加咧乐队啦。哦，等于所以挂底啊，因拢有在演奏。哦，有在演奏就对啦。其中有迄个歌手吼，是，即个即卖真出名作词歌哈，是，作词作曲家吴明底下都等。哦，等于讲，其实阿罗马即个乐团的时阵，一份子就是吴明嘛是一份子了对啊。在咧唱歌啦。啊，一直在唱歌就对啦。在拢记录当时底下有哪有甲唱对啊？哦。哎，你看无？哎，我在等于就是啊，做鼻祖我较家己管的啊。哦，所以这条歌是啥星期在做？在做啊，差不多就是民国45年左右在做啊。5年阵，啊，阵多地方差不多地。差不多嘛哈。哎，做5年阵多地嘞，啊，做阿拉嘛，迄阵叫发表哈。哎。啊，做五面人拢有地下咧笑安尼。哦，安尼哈。啊，我做以后阿舅灌唱别戏时阵吼，伊叫我去管，迄阵我较家己在灌唱。哦，啊，等于这块就是阿舅唱片公司的头一块唱片。对，唱片，我那是做台湾吼。嘿，头一块自制的。家己会样做唱片的。哦，迄当阵就是阿舅灌袂少地吼。哎，对，安尼。伊就是甲灌甲贵。阿舅啦，吼。爱李哥啦，哈、哦，李哥嘿，爱讲上城啦，哈，上城，金华，明白哈，哎，我知，爱是伫这个，科大啦，哈，哦，科大有，电塔啦，电塔嘿，新电塔啦，哈，嘿，爱是这个，这个，各款作势安尼个。有啦，我讲过来跟公司就是啦，所以从遐个歌总共1200台左右的啦，我来做一条的歌安尼啦。啊是差不多几年的时阵吼，阿文哥甲等于讲，带阿麦讲起来，你唔能听你要咁讲。不是，我是讲迄个，我也唔是做一个乐队啦，乐队嘿，民国60，慢慢讲几年啦，说以后较做一个乐团，啊，我拍电影吼，时阵吼，较要出去巡演吼，较做一个文化。哦，等于就是讲要出去公演的时阵，啊，做一个文化戏剧嘛。我是说观众不要出去的拍电影。哦，对，啊，你当阵就60年代啦，你当阵这种去那个团已经较少嘛，因为上早的时候就乌鸟歌舞团嘛。哦，唔是啦，我咧合唱团，因为我咧系歌舞团啦。哦，是歌舞团咯，无讲哈。哦，因为咧就闷了，开始参加阵7-8回年了嘛。哦。来，我有阵7-8回啊。嗯。我讲个，是够戏的天才小路啊，把个搞做一个，日本啊，戏剧门嘛。戏剧门，哦，迄当阵做红的嘛。哎，啊，管一寡台边人啊，啥都在拍电影。拍电影。啊，怎啊，甲因教迄落钢琴嘛吼。嘿。啊，怎啊，顺便出去一下。一个秀困的时候秀出来了。哦，等你啊公演的时候，请出来去表演的对吧？出去表演了。哦，安尼哈。不是的。安尼我大概知呀。哎，是咱安尼啦。哦。啊，你等下我别写呀。对，我就大概。故事写好了。对啦，系啦。啊，唔对蛮好哈。系啊。啊，写到大家变相当蛮好哈。对啦。好对不？对啦，系啦。当几年啊？这因那方变过来，上回写那个变重大蛮好。我知。对啊，写故事啊。做事为主啦，啊，几回就开始了啦，唔免讲几年几回啊，那样咧，哦，对，无必要啦。对啦，这主要是讲要介绍这歌啦。啊，几年，像你讲几年一阵歌几回啊，无必要介绍。哦，对啦。哦，对不？好，我知。你晓得伊几回印象无啦？对，我知啊。后来买房车个，好，这疫情个较不爱红，你为不爱红车个上会着。我知。乖嘛，好。好啊。是。啊，那，你老要搞起，我现场我一定要小研究了。好。我现场。你有电动要找你有看嘛吼？对，我有看。他开一个袂歹啦。袂歹啦，你台南迄个，迄个公所，迄个政府嘛，市政府。停车的是哦，迄个市政府在主办吼。嘿。迄时阵好啦，本来吼，迄个怀南的歌曲吼，台语的吼，本来台语歌迄个演唱会嘛好啊。对啊。啊，好，我甲这边的公家的吼，你看嘛。是我，我哈接只朋友来加好，因那个五块嘛哈。嘿，我知。好，叫你来用啦哈。好，不要紧啦。好，对不？对，我知。已经有甲咱帮助咱吼，是，对不？因人隔壁啊，较少买菜吼。好，我来看你菜吼。我知。一日机会哈。好，谢谢文哥哈。好，再见。